没有办法，烦死了！钱钱是刚从县里买的套商棚房，一个月就欠多好几个房贷，是，眼看就要还不上了。大伙儿该吃吃，该喝喝啊！散伙饭吧，这都，我没有了，厂长屋里还有，是吧？哎，该怎么办？对不起大家，真对不起大家。淑莲啊。来，给我倒满。啊，没事啊。那我说两句。咱们村的情况呢，确实问题比较严重。这个生病的也不光是宝根他们一家，咳嗽的呀，喘不上气儿的呀，拉肚子的呀。 在座的几乎都有。这个事情，不光我们村里知道，乡上啊，乃至县里他都知道。大道理我不讲了，希望肯定是要管。这个大家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只能这样。嗯。你们厂长啊。 喝不了多少酒，别叫，别叫！刚才拉着我唠叨半天，其实就唠叨了一句话，四个字：有心无力呀、啊！有心无力呀、啊！环保设备上不起呀、啊，也没法上，这不是说算得过来账、算不过来账的事情，没钱的拿什么上啊？所以我们这个希望只有两条路，要么就一直污染下去，这肯定是不可以的。 要么就只能关掉。没输接到咱们光明县的时候，咱们有一些人去上访了。我当时也跟大家说了，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现在想想，我这话说的挺混蛋的，那是毒奶呀。 这他娘的不能再喝了！我向大家道歉，我错了。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车哪儿去了？来来，把酒端起来，来干了干了。坐坐坐，咱都坐下，咱都坐下。来。 噪音污染，我这个人啊，神经衰弱，长期睡眠不好。你说这个噪音污染对于我这样的人，那是不是相当于有害的土壤和地下水啊？对吧？对。所以我希望有关部门就这个问题给我一个明确的解决的时间。你放心，您刚才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会落下，我马上通知公安和城管，三天内给您反馈，好不好？反馈不是解决问题，文字游戏就不要玩了。 我相信有关部门就这点小事是可以解决的。对对对，啊，对对对，啊，您这每天起的也不迟啊，那些跳广场舞的比您起的还早。嘿，你可别小瞧这个岁数人的战斗力，我跟你讲，哎，弄不好你的两个姑姑也在里头跳舞呢。<笑>他们这声音太响，醒了也受不了。
局部走啊？你看我怎么走啊？关停污染企业上访的人多，我能按时吃饭就不错了。你慢走啊，我不送你了啊。茶杯落这儿了，我给您送过去。啊，不用了，我还会来的。好。嘿。蔡局长。出去。关不掉，管不住。敌进我退，三半岛和我们打游击，我们的人还没到厂门口呢，打招呼的电话都打过来了。这两个污染企业什么情况？其中一个呢是鹿泉乡供电站的曹建林，他是以他二舅的名义开的厂子，以前是为了通过环境评估，甚至是搞了一堆假章，出了个假文件。一边评估一边生产的违规操作那就更多了。给你打电话都是什么人？县里的比较多，也接到过一个市里的。这不和上次搞拆迁一样了吗？你这什么运气啊，又得来一遍。长岭村挨着九原县那边的情况呢，就是最复杂的。这两个厂子呢，都是昌盛矿业的配套企业。那边开矿，这边加工。据说昌盛矿业也有官员入股，传言很多。最不靠谱的是什么版本？马市长，还有马市长的家人。传得沸沸扬扬的。这两个小厂子现在都在我们这边，库房、办公室呢，又在九原那边。小动作很多，还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你比如看门房的呢，也姓马。干活的工人们都知道马市长。情况蛮复杂的。看来这次不会像周老书记的小院子那么简单了。那书记，你的意思是？不管他什么背景，一律关停，多次通知无效的，强制执行。先弄一下吧。哎，老婆，你说，我在矿场呢，刚才太吵了，没听到电话，啊？怎么干得好好的，说不清就不清了？不是，防水补漏，这正经买卖，而且跟小哥也没关系啊。你再怎么着，让我把现在这单干完呀，对不对？要不然是违约，赔违约金的，家里钱都在你那儿。你愿意赔啊？书记，比电视里高啊，1.85米得有吧？刚才来的路上，我们还在说，以前县里的篮球比赛，每年你都是主力中锋，什么时候咱俩也配合一把？不能拖大家后腿，自从种了菜啊，就没锻炼过，估计跟你陈宝都坚持不下来。这是你球场上的老搭档小董，杨总，他说全县罚篮你是最准的，这个没说错吧？看来跟领导工作能长个子呀，
我记得刚上班的时候，他比现在矮半个头。是你原皮箱的牛奶喝多了吧？那是。行，啊。现在一直都在原皮。之前在九原县种地，种不下去了，才轮到蔬菜。我这东西啊，不敢说好吃，但起码安全。如果中午不着急的话，可以在这搞顿火锅。好，这里菜现摘现吃。上个星期青山书记就来搞了一顿，本来想请你过来，给肖总打电话，说你在省里开会呢。书记现在血压怎么样？能喝两杯了吧？说句他不爱听的，只要不当县委书记，身体立刻好，酒量比我大多了。这个书记跟县长啊，不是人当的。他们以为我酸葡萄，但说实话，我现在睡觉比以前好太多了。试试我的三无产品。好。嗯，甜。这儿现在是零售还是批发？我们现在小打小闹，从您开始，省里有人来收，回去之后他们再分发。只生产不销售，是有什么讲究吗？赔过一次，裤衩都快赔没了。我最早呢，是搞粮食加工的，借助九原县大米品牌的影响力，一年的净利润能在100万以上。后来有资金进入，自己也飘了，就觉得这次得搞把大的。心想，一个县都管过，管块土地难吗？土地流转增加了一倍，曹立新还支持我搞高标准的示范田，省级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指日可待了吧？参观的人一定很多，时间全浪费在迎来送往上了，精力有限，人手又不足，着急出政绩吗？互相担保高息拆借，夏天一场雨，洪水从山里跑出来了，劈头盖脸一断交，瞬间就归零。这个事儿我也经历过，大学毕业以后，我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农田的建设管理。那个时候，村民为了下雨排水方便，把地建在了大沟渠的旁边，没想到那块地方地势低，夏天汛期雨量暴增，这沟渠里的水倒灌，把那一整片地都淹了。要找认识书记啊，我就不会犯错误的。但说实话，有些细节以前在办公室确实不知道，比如说规范化农村出发点是好的，但有些乡镇干部看到农民家屋檐下有鸟筑巢建窝，就觉得是卫生死角，铲除掉了。这些鸟是可以帮助驱除病虫害的，包括从外面切回来那些一模一样的树重新种植，美观整齐，但是把地下水全都吸走了。还有荷塘里的塘泥，那是自然的净化系统，很多都被填平了。过度干预的结果只能是人和鸟都不回来了。我听说有些村子里把那些百年古树都给砍，好多村民一辈子就是在那树底下乘凉聊天，这就好比把他们的客厅给拆了。所以这砍的不仅仅是树，砍掉的也是村民的情感和回忆。前两天我还听说曹立新代表九原县到省里招商引资，企业问他待了多久，主要领导任期满2年的项目人家都不做，为什么？就是怕你快调走的时候不负责任胡来。有时候短视的恶果真的太多了，很多时候省市领导来视察，每个单位都有指示，政策还未打架，都在要求村民该干什么，但是很少有人问他们自己想干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越来越依赖化肥和农药，土壤恶化，化肥污染地下水，村民种地的成本越来越高。其实他们是很想拥有鸡肥、猪羊鸡鸭的粪便回填，但另一方面又怕污染河道，不允许养猪，村民们也很苦恼。长期规划势在必行。光明县地势比较复杂，有丘陵也有平原，如果土地流转，粮食作物规模化种植，你有什么看法？农业和生鲜绝对不是低门槛，以我的经验，风险比大院里的篮球架还高。之前你问我为什么不搞批发，
物流运输最怕烂事，发一车菜到销售地，连运输费都回不来情况太多了，所以我干脆少而精，除了生产什么都不管。杨总，就是像这样的一项，是这意思吧？这些啊，上面都没有农药，擦一擦生吃没问题，绝对有机绿色。试试。好。来，你们也尝尝。哎，乔总啊，行，来来来，樊总来。谢谢张总。坐坐坐。哎，现在的问题是，好个基层的干部，都缺乏农业知识，村民去了城里就不愿意回来种地了，他们的孩子连草和苗都分不清。农户宁可把钱拿到城里去买房子保值，也不愿在农业项目上有所尝试。谢谢。这农户就是这样，他这个有利就聚，有损就散，也不愿意服从管理，这一丝一毫的风险也不想担。那反正他只要今年种的东西能卖出去，他就绝对不想明年的事情。就像是原平乡种苦瓜，鹿泉乡种西瓜一样，政府绝对不能出错，一出错就是你的责任。当初就是听了你的才赔了，基层干部也很委屈，赚的时候怎么不说呢？这个事儿我想了很久，农业应该到底怎么搞？政府、企业和农民的关系，什么样的模式最好？这些也是想搞搞新模式，让农民用土地入股再分红，然后在地里工作，再拿一份工资双保险。结果土地和地下水污染造成了总治问题，项目亏损，企业完蛋，给我头衔老板也跑路了，还拖欠了村民的工资。你说，我刚从光明县跑到那边，又要开始接访。根本的问题还是污染，哪个地方？莲花乡。咋了？这就蔫了？我还是太乐观了。虽然您之前也跟我说过，结果可能会这样。打官司嘛，输赢很正常的。而且现在只是一审败诉，怎么着？你想放弃了？当初在这儿信心满满的逼我接这个案子的小伙子呢？一审我们确实有一些证据链条不够完善，但是至少让法院认定了昌盛矿业越界开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还是成功了一小步的。那您说，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达到初步证明被告行为与村民患病及农田减产之间存在关联性，那这个我们怎么证明它的关联性啊？这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因为之前鹿泉乡有很多的法兰厂，虽然说现在他们已经全面关停了，但是对方律师主张说，村民患病跟法兰厂的运行存在关联性，所以不能够认定昌盛矿业与患病有因果关系。所以啊，我们现在除了要拿到更准确的医疗鉴定，还要拿到被二审认可的昌盛矿业的污染报告，并且要拿到年份尽可能早的报告，最好要申请法院来鉴定，或者是市里政府环保部门的鉴定，要不然又会成为对方律师的靶子，到时候导致证据不被采纳。那您说九原县有没有可能对昌盛矿业进行过环境监测？我之前到莲花乡走访的时候，村民说确实检测过，但是像昌盛矿业这种有背景的大企业，如何拿到这份报告是个大问题。不过你也别担心啊，我找市里环保部门的朋友再帮忙了。谢谢林律师，我也回去想想办法。哦，对了，三方主任让我转告给您，乡里已经特批了二审的费用，之后走完手续，我就转账给您。这不着急，等到胜诉以后，从赔偿款里扣。
那以后这个地怎么办呢？就没办法做了。哦，你走着。承包。承包。嗯。他就有些大户，他们雇人来。喂，我没在厂里啊，你说。那个字儿我先不签了，你这个签厂的事情没最后定下来呢，你上什么设备啊？现在县里没有钱，啊，就这么点补贴。 你是，他让我有情怀去签啊。当然了，把真能签成，是吧？那咱们也能扩大规模。您先看看吧，好吧。书记现在满脑子那都是种地的事儿。我以后有时间，我再来跟你们聊啊。谢谢啊，谢谢谢谢。不说了，我下次再来啊。好，好，好。好，好，好。咱再商量看看。好了，好了，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啊，这样，让小董看你车。哦，你坐我车走。好，好。哎呀，书记啊，你这个睾丸工业、睾农业，您这一天得有多少事情啊？有时候我也希望每天不用睡觉就好了。不过前两天开会，我还在说。 也不用什么事情都操心，该放手的就不要乱管。刚才蒋先民说的话你也听见了，我的看法也是一样。农业这个事儿，不能光靠政府，企业也必须参与进来。专业的事情还是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你有没有兴趣？您是说，搞这种大棚吗？也不一定，产业化种植也可以。 书记说的话，我一定认真对待。这样，明天起我就研究一下。你不用急着答复我，再想想，做做调研。农业啊，它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我坚信，未来一定是趋势，大有可为。来，上车。好，您先上。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政局圆桌会议情况的通知，大家都看了吗？肯定有人说看了，但是仔细看了吗？今天上午还有人跟我反映，有的县政府拖拖拉拉，企业的审批用环保的理由卡着，能不能办？ 为什么不能办？都要面对面的讲清楚，也不沟通，拖来拖去，企业会怀疑你们是不是想得到好处。等什么？上面不满意，下面也不满意。到时候评价营商环境，给你们打个差评啊！作为领导干部，要有政治敏锐性。上面密集开会，领导发言，这个事情就必须要重视起来。 反复强调的问题，还要阳奉阴违。我认为啊，这已经不是懒政的问题了。下周，本市要对招商不利的县进行约谈，主要官员必须到位。进展较慢的县，要醒醒了。特别要批评的是光明县，经济排名一降再降。 能不能解决？什么时候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以及时间、节点的预估，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的，只会说已经在开会，已经在布置，要不就是说正在努力想办法。到底什么问题导致的？怎么解决？成效如何？一概不清楚。其实，各县碰到的困难。 还有问题都大同小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当然，结果和成效是不一样的。如此工作作风，落后是正常的。提醒光明县啊，重视起来，快马加鞭，以身作则抓落实，不要再给本市拖后腿了。请艾先知同志，多多辛苦。 多教多待。
多带带队伍。天底下当官的人犯的错误，其实都大同小异。既然能够归类，就是可以避免的；重复别人的错误，就是最大的失败。抓经济，抓经济，谋发展，重要的事情强调三遍，主次总要分清楚吧。寅吃卯粮，不要天天喊这样的口号。 你们就不怕，以后的县长、县委书记指着你们的脊梁骨骂吗？村里还有一户姓何的人家，老婆也是身体出了问题，越来越瘦，越来越瘦。那一开始去查，还以为只是个糖尿病，结果后来才证实胰腺癌。这没过多久，人就走了，留下两个孩子，都还想着当爹的照顾不了，只能把这孩子送到奶奶家。 自己跑去省城打工，就是为了还之前欠下的医药费。你们说这好好的一个家庭就这么散了？村民们他们不知道是这水和土地出了问题，拉了肚子以为是吃坏了东西，这地里种不出庄稼，以为是买了假种子。但是实际你们肯定是知道的呀，这矿区都已经开采到鹿泉乡边上了，这都是因为污染。我听说莲花乡这几年一直在给村民发补贴。 你们肯定也都见怪不怪了，但是环境污染不是小问题啊，它不能就这么一直稀里糊涂的下去，这都是要命的。你们心里想想，这水坏了，土地坏了，这以后土地种不出庄稼来了，你们让这农民怎么生活呀？你说这情况我们也了解一些，城里每个月都做检测，县环保局也做抽查，但是这些数据我没法给你啊。要不你还是找我们领导吧。我不是求您帮我。 我是真的请您帮帮这帮村民，我也了解，你们在这儿工作，你肯定不想砸了饭碗，啊，这边污染你们肯定也不敢说出去，但是你们心里想想，如果我们人人都只为自己着想，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站住了，这污染只能更加严重，让更多的村民生病，让他们得癌症。你们一定，怎么回事？哎，安经理，这谁把这放进来的？他自己闯进来的，我们也不认识他。 你这是先闹的还不够是吧？来，赶紧走。啊，袁经理，我是替长岭村的村民。我告诉你，咱们这厂子不是任何人都能随便进的。来来来，赶紧走。反正大家都有父母，都有孩子，将心比心吧。没完，再不走我就叫保安了。早晨打电话，找保安。来来来。那想想，如果将来污染的是你们家，哎，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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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回事啊？啊？ 在这厂子干了三年，管检测，工资高，要求就是不能泄露厂子里的信息。我也是有家有口的，也不敢跟厂子对着干，但我良心过不去，我就只能让我家人搬远点儿，就别的也什么干不了了。别跟别人讲过我啊。 医改有个调度会该在明天了，初稿基本上已经写好了，我过了一遍，感觉还可以，但是有一些细节呢需要修改一下，明天一早给您过目。
另外晚上分管医疗的周副市长来，您看，是不是让常务过去陪一下？行。啊，还有个事情。市政府出了个通报，咱们的经济数据下滑，市里提出了批评，并予以通报。下周可能要让您去做个说明，县长要做个检查。啊，知道了。进。小哥，书记。哦。这个是市里新发的，这招商引资的考核新的办法。那我就先回办公室了啊。好。跑步去了？怎么下午去跑呢？上午去市里开会了吗？对啊，还是那个蜗牛奖。怎么还是蜗牛奖、金牛奖？不是说升级了吗？叫什么？百类夺旗赛。一号工程，换汤不换药。你吃什么了？今天下乡，在村委会吃了点。想我婆婆做的饺子了。哎。蜗牛奖要主干道检查，你用去吗？没通知我就不用去了。我怎么听说市里开会，光明县被批评了？你没被点名吗？正常批评，针对不至于。哎，你说你想婆婆的饺子了，怎么就不想婆婆的儿子呢？啊？你躲什么呀？我躲什么了？新州市海拔很高吗？没有高原反应，跟我装什么傻？然后一问你几句，你就给我兜圈子，怕什么的？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你乱担心。
我让你去找谷书记，找了吗？哎，人这么忙，哪有时间听我诉苦啊？那你跟我说说呗，苦水搁我这倒倒。前段时间是有点纠结，好多事扯不清楚，脑子里乱糊。不过这两天好多了，尤其是今天，下了班去跑了两圈，我把好多事情都想清楚了。就明确一点，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谁？把这个想清楚了，其他事儿都简单了。我就一条路走到底，管他有坑有泥巴，就算崴了脚，我也认了。鞋子小了也没关系，大不了我把鞋脱了，光着脚走呗。我俩这些性格能互相都了解，事情办起来的确不容易。冲太前面，人家又说你出风头；缩后头又说你懒政不作为。下基层多了，又骂你形式主义；少了，又说你脱离群众，反正横竖都是问题。后来我想明白了，就坚持一点，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没有错了。他们谁也不能说我什么吧？所以嘛，乔市长永远都是我的榜样。其实越复杂的事情越简单，我什么都不怕。你最近不是一直在研究那农业吗？大不了你跟蒋新民一样去包快递，我再去找我那做电商的同学，争取把你的土豆都给你报销。那不至于啊。蒋新民说啊，他前两天还碰到了吕书记。我现在才明白，老吕书记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心境。你觉得怎么样？你是说那个拍照的还是那化妆的？你说拍婚纱照到底是拍给自己还是笑给别人看的呀？你觉得呢？我就是觉得两个人必须得结婚，必须要走这个形式吗？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爸妈还在吵架，我就在想，如果他俩已经分开了，日子肯定过得比现在舒服。我没变意思啊，你别多想，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突然对结婚这事儿还挺害怕的。你是没想好没想明白，还是就不想？要不先不结了。哎呀，行，和之前学生会追你那个人没关系吧？啊，我知道，肯定没关系。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来大姨妈了？我例假晚了好几天了，我不会怀孕了吧？那还不结？不可能。头两个月你在下乡，上个月我还迟了半个月。我应该是考试。那咱俩是暂时不结，还是以后都不结？郑海玲，我就想确认一下。没想好。你着急吗？哎，不是着急。你看是这样啊，咱俩见不着，我也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你明白我意思吧？其实谈谈恋爱也挺好。真心的？Thank you.
最近农业局辛苦了，到处跑调研，马不停蹄。我自己也在跑，看的事情越多，心里越是五味杂陈。我印象最深的一户人家，祖祖辈辈种地，是种粮能手。在村里土地可以二次承包的时候，他们把别人不种的地都包了下来，总共90亩，一家六口人，全都铺在地里，辛辛苦苦，从年头忙到年尾。那年风调雨顺，是个丰收年，最后卖了粮食，换了14万。Thank you.